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？报告长官，我失职，失职。炮弹放在什么地方啊？放在那儿。你们是何等的麻痹，嗯，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嘛，这完全不符合作战的要求。是，这里起码要放一个基数的炮弹。是，嗯，太麻痹，太麻痹了。